迎收看《传说名人莱凯瑞》，我是主持人瑞碧，我是陈歪啊。好的，今天这个节目呢，其实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跟大家做见面了。之前的话，大多是邀请明星或者是歌手艺人来，今天又一跨界合作，与职业篮球新北国王队来合作啦，欢迎你们！来，我们来依序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俊男。大家好，我是佑哲。大家好，我是世轩。那首先我可能想要先问一下，就是因为我们有不少观众其实还是在寻找目标或梦想的阶段，那三位是从什么时候决定要当职业的篮球选手的呢？俊男先说。应该是 高中吧，我高中看到一些大学啊，或者是在打职业的学长，就觉得如果以后可以去打职篮的话，应该蛮不错的。哦，越来越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可以成为职业。哦，了解了解。那佑哲呢？也是高中毕业吧，对啊，也是高中那时候拿冠军吧。哦，拿冠军之后就觉得自己还可以往上打吧。哦，可能是有这个料的，有这块料的底子在身上。有待过队伍，几乎都拿到冠军过了。嗯，那不错，确实不错，确实不错。那世轩呢？可能是大学吧。哦，比较晚一点的，因为大学的学长又。大一件，然后进入职业队。那有没有中间的过程当中会觉得真的有点选错，或者是那种低潮？没关系，在经理已经先架开了啊，没听到，听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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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。今天就是先开心的分享一下，有这种时候吗？先讲，我怎么调整一下？调整大师是不是？很会调整。那佑哲你先说。低潮的时候自己一个人静一静吧，然后喝东西，看看，对，小喝一下，小喝一下，没有，就是看不管喝什么，对，哦，自己思考一下，对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不要有人来吵你嘛，沉淀，沉淀啊，沉淀啊。那两位呢？我们可能睡觉而已，睡觉而已，你就睡觉醒来，可能就一切就又重新来了，是吗？不会，就还是很糟，还哦，哇，那再多睡几天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睡了一觉，发现还是很糟，之后就是想说，反正就这样，那也算是一种乐观了、啊。对，乐观啦、啊，反正就这样了。顺其自然。对，没错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嘛，只能这样子。那思璇呢？就是低潮的时候，就看看自己打不好的一面嘛，看哪里还可以修正的。那你们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职业的篮球选手一天的行程？有的比较精彩，有的比较精彩，是不是？太精彩，有的比较精彩。分享。就很平淡的、啊，因为起床就是。吃早餐啊，边开车边吃早餐，然后到就练球嘛，然后练完球的时候就再吃一顿早餐。会啊，肚子饿啊，一定要吃、啊。然后下午有时间或晚上有时间的话，会就是去加强或投个篮嘛。哦，那没有什么更多的休闲活动吗？打电动是真的是没有吗？先问问看俊男跟世璇，真的都没有。那佑哲呢？因为好像有知道说你有玩过传说对决。对啊，之前赢没告诉我。直接 Q。当然了，传说战场。哦，那玩的话，自己是喜欢哪个角色呢？勇是初期啊，后面是景。哦，景比较喜欢他。特兰纳斯也不错。哦，那种大射手类型的都喜欢。认真了解。确实是了解。我们确实是需要这样的内容啊。那时候零刚出的时候也不错。哦，哎，那你等于说算是接触，就是都有在陆续接触这个游戏，断断续续，断断续续，打不赢的时候就是先放休休一阵子。那今天因为当然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三位，俊男跟世轩是没有玩过的，有没有什么期许？我要去偷对方的野，偷对方的野，讲得蛮大声的。原来是想偷对方的眼，就是整场不顾，就是住他们野区就对了。然后我一直吃了。哦。他们在打团战，我就觉得吃。哦，有梦想。可以。有梦想的男人，那是真的。要一走出去就被杀了吗？啊，就是可能人头不要掉的这么多或这么快。保守派。对，保守派。但跟他球风好像不太一样。好像是。对啊。那佑哲呢？因为之前有一些经验，那今天又要来面对5v5的情况，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收多一点，
哎呦，来势汹汹哦！但是在进行我们5v5之前呢，我们当然要让三位有点心理准备，所以我们有准备那个默契的大考验，团队的一些小游戏。那当然只有三位来玩的话，就有点稍显可惜了。所以我们有邀请到就是传说对决的职业战队来陪伴我们了。我们要来欢迎的就是 Mitty， 欢迎 Mitty。大家好，我是每天的宠物狗。大家好，我是每天的大爷爷爷。大家好，我是每天的可爱。大家好，我是每天的狗狗。大家好，我是每天的张二。好，非常欢迎，就是每天要来加入我们今天的传说名人来凯瑞了。我们要进行第二 part 的团队小游戏。首先，先进入的就是默契大考验了。现在已经看到，就是我们两队都有白板。那默契大考验的话，就要看你们能不能回答出一样的答案。对，借此看出。两边谁的默契比较好一点？嗯，请问中间那位最爱的饮料店，对哪个牌子？中间那位。然后 Mating 这边的话，就是中间是以可爱为主，然后左边是妍妍他们，右边是二二他们。饮料店。对，饮料店。这前面伯伯写的有点心虚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越写越小。都 OK 了吗？好了，准备好了 ，OK 了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先，一二三。看一下，欸、可不可？可不可？可不可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了解他？知道可以。OK， 直接宣传。可以哪里？可以问是哪一间店？哪一间店？践行店。践行店。哎、欸，麻烦大家如果在践行附近的，可以关照一下可不可店。好，那我们看这边，我们中间人是五十岚，然后酷酷哥哥的答案是没有爱喝水。那看一下。伯伯他们写什么？不喝饮料。不喝饮料。哎、欸，解释一下，他们都是觉得你不喝饮料，为什么？我是不喝饮料，但是我想说，真的要写出一件的话，就写。但我觉得这样听下来的话，哎、欸，确实是对的。对他们确实是对的，對有算是了解啦。嗯。好 ，OK。好，来到我们第二题的，请问最左边那位是先洗头还是先洗澡 ？OK 哈，好，一二三，先来看一下这边。先洗头，洗头，洗头。哎呦，刚刚是聊出来的吗？还是没有了？就直接正常逻辑。正常逻辑是不是？哦，可以，很单纯，很单纯。对对，都先洗头，洗头。哎、欸，都是先洗头、欸，哎。对啊，所以男生就是一次这样搞定就对了。嗯，哦 ，OK， 先洗头，先洗头。节目迟到。啊，节目迟到。方便透露太多。好，下一题的话，这边就比较特别一点的，就比较有趣的题目。两、队的话都有教练。来，麻烦帮我写一下教练的口头禅。哦、教练的口头禅哦，好、哦。哎、欸，其实很快哎。他们会有那个会有声音。对对对，会有声音。在耳边。好，那一二三。哟为什么？就是每一句话的起始句都是又吗？有没有例句？可以有一个例句吗？有例句，他就是只会讲，就是很有用。没有，这通常是他要叫我们集合之前。哦，集合之前，然后或者是要跟谁讲话，开头就哎呦、欸、这样。哦，他不得有，然后有用。有。简短有力，简短有力。OK， 了解。那这边呢，我看看。哎、欸，三个答案完全不一样。一樣解释一下，波波还有妍妍，你们为什么写凶？模仿一下吗？他口音太多，那你是？讲完一句话就会那么香，为什么这个尾音是怎么回事？那很可爱呢，模仿一下，模仿一下，哦，也、欸、蛮像的。但姑姑这个身为曾经的队友，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冲冲冲啊！哦，就是他虽然是冲冲冲，但是也要叫你们冲冲冲，是不是？哦，哎、欸，那这样听起来头还蛮多的呢。对啊，雨中当选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他没那么多话。对啊，他以前没有那么多话，没想到换个位置之后，哎、欸，当片不用冲啊，讲话就好了。OK， 经典名句剪进去当片头。想必大家也是比较了解两支队伍了，那么我们就要进入到就是第三 part 了。但第三 part 我们在进行的就是传说对决5v5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来分组喽。哎，来分组的话，组别就是我 Ruby 队跟我带队，没错 ，YR 队分两组哦、喔。那我们就请小帮手帮我们上签，先不用打开哦、喔，我们等等一起，对，等等一起。好，那我们就都好了。
我们一起先开来，三二一，江江来这边是蛙牙队，蛙牙队 ，Rabbit 队，然后另外的话，对，伯伯蛙牙队，演员的话是 Rabbit 队，后面是二二 Rabbit 队，酷酷蛙牙队跟可爱的 Rabbit 队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分组分好了，那我们就进行我们的第三 part 吧。第三 part 我们的传说对决5v5大对抗，我们已经分好组别了。我们这一边呢，就是我 Rabbit 队，另一边。就是瓦亚队，今天他的奖励呢，就是最新《鬼灭之刃》的联动造型二选一，有自信吗？有，宝宝，耶耶 ，OK， 另一位宝宝，耶 ，OK， 非常的完美，大家好，大家看起来都信心满满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开始我们5v5大对抗了，欢迎来到传说对决。这样子，走下面，走下面，气送一个运，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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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，哎，有了，太扯了，太扯了，太扯了，巨大一把，亮亮，我要确定哦，哎，这个人有点奇怪，哎，你干嘛？这个人有点过分，对，这个人有点过分哦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吧？太过分了，你这样欺负女生哦，你这样欺负女生哦，在造型面前没办法，你这样不行，在造型面前不行，哎，那还是也是，我想要造型就讲，连那个图人就一样，图人注意哦。我才是女的吧？宝宝，我需要去帮你吗？宝宝，没事，我很快乐。你那边很快乐是不是？这个秃噜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加球哦，加球！哦，姑姑来，姑姑来了。我们打了不要，姑姑来。这姑姑有点嚣张哎。对啊，姑姑很嚣张哎，不要这样，宝宝回家哎。哎呦哎呦，杀他！杀他！杀他！走好像有五个人开始一起走了，这全部人走一起哦，哎呦，哎，五只走一起，罗非尼克，拉扯，罗非尼克，后面有只大哥，大哥卡在这里，先让大哥输一下，大哥死了，大哥死了，可以往前的，大哥死了，快退，奶妈有点奶啊，哇，这个护盾，哇，那个护盾，这个护盾不行啊，那个护盾，你秒在追我。他们有人家里都不要了，家里哦，不想守家，要拆家里了，要拆家里了，拆家里哦。有人是想偷珠宝，有人想干嘛？太凶了吧？干嘛？有，你先给他们看一下天天长怎样。哎，别猜好不好？别猜了，没有啦。现在那个天边黑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先等一下。可以，没血，先不要碰我们了，不要碰我们了。哎呀，那什么东西？这大哥。东塔区哦，东塔区。哇，好痛啊！大智怪，你们要看大朋友。等一下，你要让我们，那你给我们，要让我们纠团过去一下，给我们五个人过去好不好？一起来，等等召唤出来的时候，你们再拍张照啊！哎，先给我们看一下他每次的时候长怎样。对，等一下你们别动啊！今天，等一下我还没到，还不算，可以。哎，我也要，还没到。但是在这里拍照啊，我们可以加入吗？可以啊，一起来啊！可以拍个照。不可以哦！哎，那个技能不要乱丢。注意一下，我们注意到。骗人的，
那个技能乱丢那个火龙果就死了。干嘛？我们是要拍照了，还没拍到照你就电人，觉得直接开战一波了。太凶了吧！太凶了吧！哎，这样子，他们家里要爆了，家里要爆了！拦住他们，拦住他们！小明，小明在这。对对，四圈，四圈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大哥，不要，大哥，杀掉！哎，杀人！对对，要记得，这个危险。我们家里没啊。大哥没东西啊！大哥，四圈，四圈，大哥！哎，那我捡两颗。哎，那剩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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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打赢他。这一个，这一个，打赢他吗？再一枪，再一枪，可以再一枪。哎，你手机啊？你干嘛？回来啊！加油！不不！哇哇哇！直接放弃啊！小起来，你还保给 DL， 都绕超远了。有感觉的。没关系，我们已经杀了一个莉莉安了。恭喜 Ribbon！ 太坏了，太坏了！哎，什么太坏了？语言太坏了。我只是一直普攻而已。好了，那难得的机会，那还是要问一下感觉。嗯，对对对，那我们就依序过来好不好？那我们先问一下哭哭有没有什么感想？尤其他们，他肯定心想说，我要被我在篮球场带到你们，有本事不要去球场。那俊男呢？想去。刚刚。比较没有游戏体验，必须要绕一大圈，对，很痛苦，很痛苦。那这边呢，要怎么？我还是冠军。哦，难打。那你呢？我是觉得我们玩得蛮开心的啦，至少我们有一路体验是几家。哎、欸，对，你们集火。我们下路体验是蛮不错的。对对 对, 對。我觉得我们这一队最大的问题点应该是。要询问一下我们这个宝宝周围的啊，宝宝，来宝宝，到底有什么游戏体验？对对对，没错，宝宝怎么有什么想法？就真的有点难受。那换我们这边，我们这一队了，先二来吧。我觉得挺好，挺好玩的。对，因为我们三个打一个，我们就是弄那雪山。哦，对对对，因为你们我们的策略就是三二，对对对，我就是会去保我们家宝宝啊，剩下就是三个人联动，因为他想要欺负我们的那个是玫瑰王的人，没错，太过分，太过分，有没有站出来教训对方？懂了，那世轩呢？感觉蛮好玩的，因为队友一直来帮你，有队友真好，很可爱，很可爱，那可爱呢？有做到该做的事，有帮助到队友。直接把对面的凯撒路打。凯撒路先打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那我们的宝宝代表，我们两边都玩开心的比较好。哦，确实，我们二的那一方真的算蛮开心的，难得的一次机会可以聚在一起嘛。那当然，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呢，还是想要知道一下两边，近期有什么行程或什么内容，或者是有什么社群软体希望大家可以去 follow。那我们先来 Mating 好 ，Mating 的代表是谁？这位。哦，来我们的果果宝宝。没有，我们发言怎么会？我们给机会来，大家记得追踪我们 YT、FB 还有 IG， 还有我们的比赛。谢谢，来给宝宝鼓励，可以可以，很棒很棒很棒，对对对，很优秀。我们的第一步总是比较困难一点的。好，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媒体的。那再来就是那个新北国王队，我们要派一个代表。大家多多来新庄体育馆看我们的主场赛事。有没有哪些地方是可能社群是可以追踪的？可能大家看我们的 IG、FB 还有 YT 就有很多内容。太好了，很好很好。还有生活影片哦。对，有生活影片。我觉得不管是 Meeting 还有新北国王队，其实他们生活影片也都是让大家更了解他们了，私底下的一些生活状况哦。好，谢谢大家讲的这么多，手速赶快按起来，追踪起来，都是很值得追踪的哦。内容也都是非常好的。那另外的话，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传说名人来凯瑞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来，拜拜。拜拜。